曾是条的荒野，迷人丧尸遭罪。岂知晓人生欢好事，追求虚荣忘家归。穷能三票，有路安，有。
现在有公讲是不是？淳朴样，哎呀！各位同学，喜不喜欢看电影啊？喜欢！哇，我背后做的电影真多啊，包你看不完，而且这个绝招真多。好，啊？哇，这个数很难数就对了，我就是专攻这方面的博士啊，刚刚拿到这个学位。哪一样？哎呀，这个说来话长，不然给你看看好了啦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不信你来看看，来。
那个牛粪太臭了，螃蟹走过了去了，捏着鼻子，好臭啊！啊，好，标准答案。各位同学，高兴不高兴？天黄黄，地黄黄，我三天没吃脸黄黄。我酸酸，脚酸酸，我肚子扁扁，心酸酸。哎呦，世上人群最薄，有钱才有朋友，没钱只好饿肚子了。谁是天晴呢？哪位出主香？拿钱去银行，钱包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，响叮当啊！我的妈！赶快把钱拿出来，不然饿鬼是会生的。慢着。拿钱去银行，钱包响叮当啊，钱包响叮当啊，钱包响叮当啊，我的妈！赶快把钱拿出来，不然饿鬼是汉人，会伤人的。Ha ha ha!
怒，愤怒，愤怒，叫我的愤怒，好，过来。没有钱，没有朋友，哦，只好饿肚子了，只好饿肚子了。写信天晴的拉妹处处香，拿钱进来，钱包抢叮当，抢叮当，抢叮当。
在雨夜里飘。
穿插一些的活动，